今天给大家分享我第二个小窝，闺蜜锦囉。这么热的天气，空调也不开，你快点过来坐。老板没啊？还没有，很饿，饿死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？好烦啊你，又饿死又渴死，你唔去死？哎呀 ，Bonnie， 你煮咩咁狠啊？你唔好嘈啦，你嘈得啦。煮咩啊？煮俾狗食，你都系嗰只狗。真心帮拖啊？唔使，走，离开呢度，唔需要我。Later。哇，魅力厨房哇！不要看他平常这么大胸，但是很会煮饭。你看，西龟兜，好像餐厅这么好吃。回锅肉，这样的闺蜜，你们想不想要？